所有的在你站的那个正中的位置，把你手中的那瓶矿泉水来借用一下你的矿泉水。好，各位看我，这是你站的位置，这是那个缺口，对不对？现在把矿泉水统一的摆在这个位置，线后这个位置摆好。 然后你后退一步，你小步，不要压线。我说的注意，紧贴线，但是在线后。紧贴的线，但是在线后。好，接下来我们将一一检查。来，所有伙伴统一放水。 你会的要赢，所以你就会从中得到启发。大家明白吗？所以这是一个启发性质的游戏，要动头脑。头脑怎么动呢？每一个人想的不同，每一个人的方向不同，每一个人的做法不同。最重要的是，你可以从中学会策略的游戏。
策略。在市场上很多竞争对手，很多同行，大家要有怎么样的策略才能超过竞争对手，是这一次我们要启发大家的主要的方向。大家明确吗？所以就像我在第二天早上跟大家玩金钱游戏一样，我只会讲很基本很基本的规则，比方讲说拿出钱来，我并没有说拿多少，比方讲我说去跟别人换钱，我并没有说跟谁可以换跟谁不可以换要怎么换，我就说开始了，但是一喊停以后，有人赚钱了，有人输钱了，对不对？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就开始想怎么赚更多钱，或者为什么有人输钱，就学到了原来要以小博大，原来要这个寻找大顾客，原来要这个一开始就有企图心想赚钱，有人不赚不赔，有人赔有人赚，背后的原因就是要看出你的潜意识，看出你的行为，看出你的游戏中的反应，来检讨自己学到了什么，和检讨别人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好不好？好。所以等一下我们要玩的游戏也是一样，目的是要得高分，超越对手，清楚吗？清楚。目的就只有一个，得高分，超越对手。所以现场一共有多少组？24组，等于对每一组来说，另外23组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假设大家在一个市场上竞争，或者一个这个行业里竞争，你要怎么胜过23组是你的目标，明确吗？明确。但是我们比的不是个人，比的是团队。你这一组怎么胜过别人那一组，才叫胜。大家明确吗？明确。那么胜一定要凭脑力，凭策略，凭思考，凭总裁带领大家集思广益才能赢。大家明确吗？明确。好，那现在基本的方向我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讲得分的规则啊。政府的目的是建立市场，规范市场，至于市场上各种竞争策略，只要不违反基本法的情况下，都各凭本事了，好不好？好。基本法就是，假如等一下你拿到了5个圈圈，每一组有5个圈圈，你站在这个位置，瞄准矿泉水瓶，耶！几分？5分。5分，但是还有4个，我还想再5分套，可不可以？可以。但是我嫌分数太少了，我要一口气拿大一点的利润，可不可以？可以。耶！嘘。四手。别吵。我在做示范。也得先脱。所以为了追求高利润，结果是零，这样就是0分，你说吗？所以我不服气，想扳回一城，我要到100分的地方，可不可以？可以。这里就是100分了，看。哎呀，100分，哇，这个不行。这个刚刚不小心失手。看起来还是这里比较保险一点，踩线了就不算啊，不能踩线。耶！几分？这样子你用10分吧，最后一个。100分，在那个地方就10分，在那个地方。所以如果时间还没到，你可以拿回来刚刚得了10分了，对不对？我如果说时间到就不能再玩了，我如果说时间还没到
你还可以拿回来继续投，可不可以？可以，只要我一说时间到，就分数就出来了。记团队不记个人，明确了吗？明确。啊？我不管了。我从你走的那时候，你们主持一个人吗？你走到面前了，那你就不行了，你会在这里吗？那我会在这里吗？没有，没有。那叫我这是一个圈，我选五个人组合的话，可以吗？你不要讲话，不要让你讲话。好，你要站在，只要投的时候是站在哪里，分数就很明显。投站在哪里？不是，你投分的时候，你丢的时候，你丢的时候站在什么线，分数就取出定。你要是站在这里，还有一个没分，没有。好，不要讲话，明确了吗？我这只能讲到这里了。政府的功能就是建立基本规范，基本规范就是这些，基本规范就只有这些。要论大的，管他的规律都没有。现在不要再问我问题了。现在小组讨论怎么样超越对手的策略。小组会议三分钟，小组会议三分钟。助教会议，助教会议，助教会议。
回来。宣布刚刚第一轮的比赛得分最高者是
应该在的地方吗？现场都是原状吗？工作人员确认现场工作是不是恢复原状了？好，倒数计时，5、4、3、2、1，开始。
总结出来的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学习的目的，学习的科目就是赚钱机器，整合资源、人才、资金，我们的那个项目等等。杜老师的目的就是要为了让我们整合一切，所以呢，我们这些人统一了意见之后啊，决定来一个大联盟，不辜负杜老师这次培训我们的目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边呢，大家都学到了一个，不要在做事之后才想到目的，不要在失败之后才想到方法，应该在还没有失败之前就把方法总结出来，然后呢得到更大的成功。这就是我今天呢这样子流了满身大汗所总结到的心得。这就是他的心得感想，市场给他的教育，掌声鼓励。下一位有没有要分享的？麦克风给左边右边轮流。大家好，第一次游戏的时候，我们组的话好像没找到方法。第二次呢，然后就发生了争抢，但是我们呢和另外一组就整合在一起，就做了一个，就整合在一起，相互帮助，相互结盟。好，第三次，我看到大家都看懂了这个市场的话。大家相互的恶性竞争的结果是相互的伤害，所以说大家结盟在一起，大家整合资源才能达到联盟会的，不管是哪一层面才会达到最好的盈利。好，谢谢大家。还有更多不同的吗？来这边。好，女士去考虑，我们马上把矿泉水瓶拿了三个，马上把
三个抉择来纠结起来，因为我们讲三个就是一种，第一个就是说改变市场而复制，然后把三个方向就是复制，接下来我们还考大量复制，然后我们还考到我们的趋势是什么，我们就趋势有的增强我们的市场，我们把我们的市场大家团队的力量维护起来，然后我们抓住了我们的时机行动的，在整个过程当中大家都紧密的在行动当中，所以我们把老师的八个就是说赚钱机器的八个流程完全的使用在里面，虽然老师没有宣布到是我们，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找到了方法，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力量，在第三次的时候我们更加的坚信我们，但是我们还是局限了自己的思想，我们不认为就看到别人有拿鞋子的我就去跑出去做市场调查，我看见有这样做的有那样做的，哎，我们这个市场应该是怎么去做，一下子我想起来了，我们的队长我们的每一个人成员把工作安排得非常好，有队长有数数的专门的数数的，有专门保护我们的瓶子，我们有三个瓶子变成了四个瓶子，然后我们再从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直接到100个的这里，我们成倍的增长，我这个时候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我们的企业也是这样子来做的话，我们就是成倍的复制成倍的增长，天哪，这是多么大的数据，在最后一次我们最后一次大联盟的时候，我感受到了，我在想到了，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件事情，我倒是没有想到说加盟什么之类的哈，但是我觉得杜老师的这个课程，王总的这个课程，大联盟创始，我们换作我内心来讲，一个大联盟，天哪，在座的200多位企业家，每一个人都献出一份力量，每一个人都拿出自己的一份决心，天哪，推翻了整个，我们绝对会把中国的潮流、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很多市场发展成飞。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的小易。我的感觉就是我们一共进行了第四轮，一共进行了四轮。那么第一轮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还在想，大的部分还是在怎么想我们得分。后来经过我们的这样的观察，那么第一轮是得出了冠军。实际上，就是看到杜老师他是这样子扔的，很多组就受了这样的一些误导。那么第一组呢，我虽然说不知道第一组是怎么做的，但是我想他肯定是在这个方面是创了新的。那么第二次来讲，大家就是经过第一轮的竞争，然后又观察到了这个整个市场的环境，那么第二轮的时候大家也在相互的借鉴，那这个时候可能有的就在开始整合了，这是第二轮的情况，所以说有冠军。那么经过第三轮以后，三轮来讲都为什么三轮没有冠军，因为市场已经混乱了，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个积分源这个规则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已经不知道怎么样子做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很迷茫，也在做，也在不停的这样子做，但是就是找不到相应的一些方法。那么经过三轮以后，所以说杜老师说没有冠军，因为在你这个市场规则没有确定的时候是没有冠军的，哎，在大家没有这种规范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冠军，没有真正的赢者。那么第四轮以后，为什么四轮很关键？在这个时候，有的同学，我们发现其他组的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道理，就是什么需要整合了。因为在一个只有在一个真正的赢是共赢的，如果光是靠我们一个队，肯定是赢不了的。所以说，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好，最后，各位好。可能有好多同学都认识我，就是杜老师分的癌症患者。我今天很激动，通过这个活动啊，我感受非常深，真的有点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呢？我不是这个游戏本身，我这个感受是什么呢？我有点激动啊，有点讲不出来了。我这个渠道亏损，为啥搞亏损的原因，我的产品本身确实是有点问题，但最严重的问题是啥？是谁？是我自己。为什么？但是通过这次活动，在活动过程当中，因为我的那个小组的好多都是老板，他马上想了很多点子，而我是一直在被动的做什么？被动的做，跟我所属的这个环境有关系，因为我上面有老板，底下有员工，虽然我老板花了几千万的资产交给我在管理，
而且做到什么程度，我签个字100万200万马上就寄出去了，不需要老请示老板，所以老板给我的权力很大，我没有把这个企业做好的原因脑子动得不够，我已经知道了，所以老板要不干掉我扔了，谢谢。各位同学们，大家感到做这个游戏是不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没人，你们感到没感到成长？感到。感到没感到快乐？感到。我对这个游戏感触真是太深了。我发觉在这个游戏里没有完美的个人，但是可以有一个完美的团队。就是大家就是每个团队共同在做一件事，每个小团队做的也是同样的事情，但是结果是什么？就是只有一个队赢，然后大家都输。是不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在没有学习的时候，我们就想了，为什么他们赢了，我们要想什么办法呢？我们要去别的队要看一看，就学习，就问一下。当时14队赢了，他们就这样说的，他们说我们在做游戏的时候有3个人在这保护，没有任何人能从我们这边抢走，我们就知道了，哦，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果实，要前面做的抢不进去。在前面的时候有一个女生来我们这儿抢走了我的瓶子，我们才知道这规则是可以改变的，原来她会抢我们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想办法联盟跟邻居先说，邻居不要抢我们，左边不要抢，右边不要抢，终于联盟了。但是发生了意外，就是我们的瓶子被左边邻居之外另外一个人给抢走了。当时出一个动物的本能了，我都忘了我们直接说了是不能抢的，我顺手我就把我邻居的抢过来了，我特别内疚，但我答应他我不要抢他的东西。但是一瞬间为什么别人抢走了我的，我马上就把别人的抢过来了，我连我的时间我都忘了，是这样的。后来我一看到就是有同学突然想起来要联盟合作嘛，就是让大家都赢，就让大家都这样，要拉手要团到一起。但后来那个有市场的裁判就是杜老师说了，大家各回原位，大家又回到原位了。然后各自开会，开始大家又想还是要合作共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瓶子如果是各自套的话肯定产生的效益很少，但是如果连成一个大圈套更多的瓶子，这样的话能够产生更多的效益，虽然是一个大圈，但是瓶子会很多，对不对？产生效益和结果也会很多。然后我们大家都赢，虽然我们现在没有整合成一个大圈完全在一个市场里，但是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知道了学会与人合作，学会共赢，而不是单独的各自为战，对不对？对。谢谢。最后好，谢谢最后一个机会。我感觉杜老师那个套圈啊，反过来就是圈套，是不是？你套圈那个圈套，套圈是盈利，是企业要去争取的利润嘛，是不是？那圈套就是市场的危机，是不是？为了做好那个杜老师设立的5分10分100分，是不是？我就在上面就写了一个100亿，套一下100亿，还是从我这个小的团队来说，我套一下就是100个亿。因为我刚才说了，套圈就是套利润嘛，是不是？那为了套得更好，那就是杜老师设计的圈套，大家一直都不清楚。我们在这里搞，就是要捍卫我们的圈呢，要互动的关，甚至我把皮鞋都拿下来给我的对手来抢他，连我的对手搞慢了，我就打他屁股。使劲打，就这个事情，这个团队里面就是说，非常的用力。但是从整个社会的发展呢，确实就是我们联盟，对每个企业都有好处，因为单打独斗是以前我们个人小老板的思维，现在单打独斗是小企业的思维，是不是？那就是说，今天我跟那个王总说了一句话，是不是？是赚，是什么？联盟，什么？联盟创富，哎，联盟创富，创富联盟，联盟更富，是不是？哎，我就说呢，就是我的意思就表达清楚，就创富联盟，联盟更富，大家都发展的非常好，好，谢谢各位。好了，时间有限了，第一步骤改变。第二步骤，第三步骤，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
实际上大家所学到的东西在刚刚的游戏中全部都体验过了一遍，对不对？对。市场如果再走下去，如果玩第五轮，我确定会发生的一件事，就是全部都连在一起了。你们相信吗？相信。每一个行业从刚开始的 A 点走到 B 点走到 C 点都是这样走的，所以如果你现在已经洞察了全局的发展，已经看到了这个所有战争到最后的路线会走向什么样的一个结局，你已经洞悉全局了，那么你在未来的思考中会给自己的事业什么样的布局。现在我们的每一组陪伴大家四天的助教要送上你们每一个人一份一对一的礼物，助教送给你亲爱的学员最好的礼物吧。想得到的是爱，都有一些错觉。